下一个作品是前任特工。追寻情报，海洋之心就藏在 X 先生的私人博物馆中，你们有十分钟的时间，赶在其他势力之前盗取海洋之心。收到。这不是我的史密斯前夫吗？这不是我的史密斯前夫吗？那叫前妻。今天的任务你迟到了十分钟，还是这么不守时。我早到了。就想在车里多待一会儿。你当这是咱家楼下呢？在咱家楼下，我起码待半个小时，听听音乐，放空一下自己。谁问你了？做任务。等一下，赏金100万，怎么分啊？老规矩，我的归我。你的归我。我是特工还是义工啊？咱俩还没办离婚手续呢，我这是方便财产分割。没你这么分割的啊。咱俩离婚，你说车归你，油卡归我，房子归你，窗外的风景归我，你还有天理吗？行，那这些都归我，天理归你。我觉得天理能让赏金55分。成交。啊？就一个条件，任务完成之后直接去离婚。行啊，离就离呗，来吧，大点干，早点散。散。史密斯，这次的任务赏金涨到了200万，税后。干。谁先进啊？老规矩，抛硬币，正面你先，背面我先。哦，你先。你不看一眼吗？你先。你给我看一眼呢。你先。你转过来了是吗？愿赌服输。行，我先就我先。那个搭把手扶我一下。扶你。这个时候你犟啥？你就扶我一下吗？你啊，你扶了。你先拉我手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是吧？我这是新换的假肢。出来、啊、你给我出来。你干嘛呀？我快进去了。史密斯，你史密斯。不是，老夫老妻拉个手能有什么感觉啊？怎么没感觉？拉着拉。我现在让你拉我一下手都不愿意，我还能指望你做？你也没感觉吧？怎么没感觉啊？哥们儿，你这啥感觉啊？你瞎耽误功夫吗？一起进。小心啊，杜美吉。你等一下，朱美吉是谁啊？她是。她美吗？一般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，刘思维？你等一下。刘思维是谁呀、啊？还刘思维是谁？刘思维是我心中偶像。那朱美吉就是我梦中情人，爱咋咋地。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。哎，红外线。警报怎么没响啊？这红外线是个摆设，也可能是个展品。红毛线，作者我奶。这私人博物馆也太私人了吧！这都展的什么呀？喜人大喜见，喜上加喜。哎！哎！哎！哎 ！X 先生为你锁上加锁。你手咋那么欠儿啊？不，谁知道这是个机关啊？你别拍了，机关肯定在别的地方，找。哎，柱子上有个门环，也许是机关。我试试。有人吗？是这么试的吗？谁呀、啊？哎，真有人！有人来了，快走！哎，这真是个机关啊！这有暗门，躲起来。好。谁呀、啊？哎，他奶的红毛线怎么没了？谁呀、啊？沾枕头就着啊！起来，起来！我不理。你
你说什么？那什么，做梦了。我梦见你跪着求我别离婚。那你真是做梦，梦和现实都是反的，不知道吗？好，那我跪下求你别离婚。后悔了？啊。不离了？啊。耍我呢吧？发现了。施密斯，你死不死啊？你干嘛呀？你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你把枪放下！你们都把枪放下！放下！把枪踢过来！你踢过来干啥呀？啊、我这还有一把。没想到啊，在这儿遇到了特工排行榜第二的史密斯夫妇。你们是谁？我们是排名第1346的绝命双子星。排名就不用念了啊！现在杀我没用的，光凭你们俩是拿不到海洋之心的。这样，我们合作，事成之后200万赏金平分。200万？为啥咱俩就2750啊？你俩一次任务才2750？我俩一个月2750。那你俩拿死工资啊？啊。哥，这咋差这么多呀？不如我们现在就杀了他们，这样我们就能取代他们的位置。对，从今往后我们就是排名第二的史密斯夫妇。这俩是绝命傻子型吧？跪下，跪下！敢这么嘲讽我们？我现在改主意了，你们不是很恩爱吗？我现在决定只杀一个。告诉我，谁想活呀？我演我呢？你俩不是夫妻吗？我现在就让你们尝尝爱人死在自己面前的滋味。笑啥呀？你俩有病啊？不好意思，我没憋住。你再说一遍。我哥说他要尝尝死在你们面前的滋味。有点绕啊！我刚刚肯定不是这么说。我说的应该是。哎哎哇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瞎耽误功夫吗？拿着，快拉出机关。好。哎，没反应啊！我知道了。这还真是个机关啊！快拉住，我来破译密码。来。你快点儿，我要飞下来了。他们怎么进去的？难道他们就是排名第一的惊天魔盗团？惊天魔盗团。嘛惊天魔盗团，我们这是天津魔盗团。海洋之心没了。哎，史密斯两口子呀，来晚了啊！撤，都别动，把海洋之心交出来。姐姐，我们看着这么好说话吗？你们听着好说话。嘛玩意儿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你们几个最好都别动。你别动。他是不瞄错人了？我瞄的就是他。你这是嘛意思？你们不知道他要跟我离婚，让我净身出户。他为嘛让你净身出户啊？这事儿说来也不都怪他。怎么着？你给说说呀。他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，吃了不少苦。要。唯一一个小小的愿望，我都没能满足他。嘛愿望啊？他想要海洋之心。这愿望小嘛？大哥，给他吧。我太共情了。你共嘛情呢？我也离婚了，我也净身出户。你还挺仗义。我外面有人了。你干啥干啥？不是，我等。嗯，我穿防弹衣了。
都串房贷意义了。他为嘛不打头啊？你们打完了吧？改我们了。啊！没事吧？这太危险了，我掩护，你先撤。别说了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独吞这200万。掩护我。史密斯，别藏了，我都看见你们了。哎呀！我闯房贷意了，走吧，任务失败了。谁说失败了？恭喜你成功拿到海洋之心。谁？谁？我是 X， 我这里还有几个赏金更高的任务，选择权在你们。是到此为止，还是继续下去？我们是到此为止，还是继续下去？我们接受任务。那请于5月2日抵达瓦房电机场，届时联络。收到。走吧。哎，拉我一把呀！怎么了？有感觉了？少废话，起来。我问一下啊，那刘思维到底是谁呀？想知道？啊，上飞机告诉你。走了。走。